瞧这两只小家伙吃奶的姿势一模一样哈，一边吃一边扯，哎呀，不愧是一家人哈！你看，吃的特别的肥。今天啊，教大家如何分辨公母，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一只小柴犬。你看，虽然吃的肥，但是也能认出来公母，这是小弟弟。来看这个小母狗就比较好认，看到了吗？小母狗在这个位置。哎呀，你看它俩吃的多香，狗妈妈也是把它们照顾的特别的好。来，狗妈妈露个脸，哎呀，好看不？狗妈妈大脖子脸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来让大家好好的看看你。哎呀呀，你看你越扯，它越吸得紧哈、啊。这一只是呦呦，哎呀，刚才来了一个翻滚，哎，太搞笑了哈，吃的特别的肥，然后劲还挺大，你看，哼哼唧哼哼唧的。别看现在黑不溜秋的哈、啊。长大之后，这个黑色素都会蜕变，毛色都会变成赤红色，比狗妈妈的还要红。有喜欢柴犬的可以提前预定了。这一只吃的更肥哈，这一只是一个小弟弟。哎呀，你看，来往这一趴，这肥的也是没谁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呦，这小舌头卖萌呢。你看它的爪子粉粉嫩嫩的，是不是？慢慢的黑色素都上来了。刚出生的时候更黑，你看现在没那么黑了，是不是？哦呦，打了一个哈欠，非常的可爱啊！行了行了，好好吃奶吧，咱就不打扰他们了。